山啊，呢架車咧係真係好靚啊！窗上面咧全部都係水母嗰啲貼紙，個座位全部都係海洋生物，好似水族館咁啊！啲扶手有啲係蟹型，有啲魚型嚟㗎。咧，我哋呢一餐飯係咁嘅，係有拉麵啦、牛啦，同埋雞，仲有一大碟枝豆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去黃哥山那個白飯魚湯呢那個餐廳呢是不准錄影，我一陣間會 post 一張相片給大家看。